看看这里边，漂亮的。先坐。都漂亮，都好看。颜色特别有这个。花一阵做出来也能看到。那有没有没有的吗？找个好点。没关系，再请你做给他，到时候剪好的就让吧。其实就是他水电度度的不好啊。水电度也这么过后擦伤了，知道吧？这个是水电度可以盖得住的。对。